4月17日下午，由热带海南英文网站与人力资源服务商 COMHR 联合推出的海南国际人才招聘智库正式上线，以帮助正在建设自贸区港的海南吸引国外人才。据了解，国际人才招聘智库将作为热带海南英文网站的招聘板块存在，为有海外人才招聘需求的公司企业和外籍求职者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国际英文平台。热带海南英文网站主要汇集旅游、商务、艺术、文化等方面的海南英文资讯。COMHR 是东盟地区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商。Two sections to what we've done today. One is for companies who are in Hainan who are looking to get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talent. And the second side then is to service international talents who are looking for jobs in Hainan. So we're providing a platform that can bring the two of these together. I mean, other countries have such services. You can get it if you go to Beijing, you can get it if you go to Shenzhen. It's about time that here in Hainan we had our own. 据海口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吴志介绍，目前获得来华工作许可的在海口工作的外国人有2000多名，主要集中在教育、经济等领域发展。随着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推进，未来来海南工作的外国人会越来越多，增速也会加快。国际人才招聘智库顺应了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需要。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建设，我也期待着会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用人方和需求方，这个外国人才能够通过这个数据库的话，能够实现配对，能够找到在海南他们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的岗位和这个机会。海南丝路联合对外人才交流服务有限公司海外招聘经理林植军表示，国际人才招聘智库作为一道桥梁，可以吸引更多外籍人才进入海南，了解海南。据了解，热带海南英文网站还将通过 Facebook、Twitter 等国外社交媒体渠道推广海南的国际招聘广告，吸引外籍求职者和国际企业。